十点八卦，十点开八，十点你还没有啪啪啪，就来听我们八八八。本栏目暂时不接受赞助，因为被这位先生包养了。2006年，有一档节目叫《雅虎搜新》，这是一档通过导演观看参赛者的表现来推选人的综艺节目。当时的评委有导演张纪中、陈凯歌、冯小刚。当时呼声最高的导演是冯小刚，而冯小刚组里傅思琪、赵丽颖、夏妮娜三名人气选手最终入围。时光飞逝，十年过去了，遗憾的是当年冯大导演力捧的三朵金花只剩下赵丽颖一枝独秀。在这里编辑想抛出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当年冯小刚力捧的三朵金花最后只走出了赵丽颖？点姐去搜了搜啊，十年前的雅虎搜星选秀的选手几乎是全军覆没了，没有几个是大红大紫的。就拿冯小刚组的三强来说，夏妮娜几乎在网上搜不到她的任何报道，傅思琪偶尔会出来活动，但她也不是以什么演员名义，只是代言了几款产品广告，而她的微博虽然开通了，但也没有什么人气，现在认证的是模特还有淘宝店主。相较于他们呀，赵丽颖啊算是幸运儿了。她以雅虎搜星比赛冯小刚组冠军身份进入演艺圈后，星途是一路坦荡，顺顺利利。在2011年，赵丽颖因出演《新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一角被观众所认识。随后，赵丽颖越努力越幸运。2013年，她凭借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获得了更多的关注。2015年，她又主演了仙侠剧《花千骨》。哎，这部剧厉害了，这是中国首部网络播放总量突破200亿的电视剧。赵丽颖个人也因为该剧先后获得第6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奖、第6届国剧盛典最具收视号召力演员奖、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、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为何一个选秀出身、毫无表演经历的赵丽颖会在演艺圈中混得顺风顺水呢？而且如今的赵丽颖啊，比某些科班出身的女演员还要吃香。相比当年，赵丽颖可是一个销售出身的农村姑娘。点姐研究了下，觉得赵丽颖能走红跟她的幸运不无关系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小谷的努力是其他几位所不能及的。在2006年选秀结束到2011年的晴儿这个角色之前，赵丽颖默默无闻地出演了无数的小配角，跑了5年的龙套。当然，正是这5年的龙套生涯让赵丽颖锻炼了自我，提升了演技。即便自己演的角色再不起眼，或者是导演已经通过的角色，赵丽颖都会反反复复揣摩人物角色，用好几个版本演来演去，最终选择一种自我感觉最好的方式去展现。还有呢，赵丽颖非常的谦恭，遇到自己欣赏的演员或者是自己的前辈，她通常都会像个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打声招呼：前辈您好，我叫赵丽颖，是个新人，请您多多指教。幸运加上努力，假以时日，10000个小时就是专家。所以10年之后的赵丽颖取得了所有雅虎搜星选手都难以企及的高度，所以赵丽颖也是实至名归的。十点八卦，转为啪有而生。